未曾见过您呐，敢问您从何处而来？也罢，如今这乱世又有何区别？但兵器之优劣关乎生死，区别可大了。哎呀，失敬，我名叫朱夏，乃是一介此行意在磨，请看看我的作品。想要什么？王妃的官吏居所，如今已成为黄巾军的根据地。简直就是朝政之缩影。珍惜。
大胆奸细，可知此地乃是刑场？尔等就跟天柱派的女子一同，乖乖成为耳石吧。跟上在下，逃到安全之处。只是又近了一步。多亏你帮忙，谢谢。幸好无事，只不过还是向这位医师道谢。我的名字叫做红晶，正在暗中侦查黄金这块玉石。军务在身，先行告辞，还请阁下随后前往广宗前线，若朝廷军得到阁下相助，必将士气大振。能不能也带上我？